亲友们晚上好啊！今天又是到了这个礼拜五啊，是我直播的时间啊。大人物你好啊！这个棋呢是仙人指路啊，对飞象转成五六炮对屏风马的一个阵势啊。这个棋黑方呢，他没有按照出直车跑炮啊，封车，他是直接这个起混车跑炮八平九，这样的话啊，红方的二路车的位置比较好的，虽然黑方这个暂时没有毛病，但是啊，往下过去的话呢，这个啊，黑方这个平边炮。啊，还是要查一下哦，他怎么逃跑了？我还是走仙人指路啊，最近走仙人指路比较多。下炮，这个棋呢，对方说什么？纽特刚刚直播的时候什么？这个时候平炮就是反攻马，我走个单蹄马看啊。这样我就是，上个四啊，上个四，上四六进五，一般来说，上花四象这个毛病都会比较多啊，但是上左四的话，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下到神一，我神一是凭自己下的，还下神一还算什么？上神一二都很难，这说实话啊，
因为网上这个用远见的人太多了啊，这样子。我打他的兵，他就打我的马啊。我打他的马，他打中卒就要绝杀我了啊。他现在就有打马，以后打中兵了，我就不好搞了啊。我这个花四象的毛病就在这里，现在我要把车升起来，把中兵看住啊，这样子。这个棋的话，我要是平兵八平七的话，他炮打出来，我抽不到他的车啊，我抽不到他的车，他车有跟三的马交跟了。说我的兵啊，这个兵有点麻烦啊。横移兵他车吃了，我跳马踩车啊，他顶住。打兵他吃兵，对，完了，我打他马，他打我马，我的炮不好跑啊，这个棋有点吃亏呀。这个棋没有什么优势啊，没有先手啊，但是应该也差不多，也挺稳当的啊。
这个棋应该是差不多啊，现在兵力是绝对的平等啊，就是位置上来说，它显得有点主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啊。这样我就跟他对了啊，对，他退车，我就只有跳过来跟他对啊。我是亏了一点点啊，晚上好啊，梁大红啊，晚上好。将军，这个棋有点问题了啊。打底象有点贪了，看来，将军。
我进将到炮五退一啊。这个棋要输啊，要输。不被绝杀就是要丢子啊，这个棋。打底象打得有点贪啊。他主要是炮五退一啊，将军，他刚才不走马六退五，走炮五退一啊，那是最厉害的啊，炮五退一。这个棋应该是守不住啊，就看他怎么走啊。将军，我有丢子的危险，这样走我肯定要丢子啊，但是。
将军。这一般的来说，哈哈，不是我输棋就说对方软件啊，对方软件的可能性很大的啊。将军。这就是随便再坚持几步啊，这样子。我开局上士上错了，这个我上士的时候就意识到啊，上主士好很多啊。我最后受累也是这个花四象啊，这样子。晚上好啊，亲友们。今天晚上今天深圳啊，挺凉爽，还是叫冷？感觉到有点冷。今天深圳啊，我对玩具啊打他七路卒啊。就是最不该打底象啊，这样子。这个棋不太好防啊啊！上士他退炮就是冲炮杀了啊，所以是不能上士啊。踩边兵呢，把他马控制一下啊，这样子。多坚持几步吧。将军。哦，走得妙啊，走得妙，我踩了他马五进六，僵死我了啊。
将军，将军，将军。这个棋要输，这个棋啊，好，输了，算了，这回不举报他了。啊，又是他，又是他，啊。这个棋啊是被捕啊，这个棋我记得我跟新加坡那个下过这个棋啊，好像下过是，当时我下的还很对啊，是压炮打象嘛，压炮打象。跟新加坡一个姓林的有一回下也是这样下，他下个车九进二啊，这个棋更多的是车九平八啊，车四进六，然后他马五进六弃马啊，弃马我吃马，他的退炮打车，然后再车八进三吃炮啊，这样子。高居这一招虽然很怪，但是威力并不大啊，它的作用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啊，没有很厉害的手段下面。在去年的时候跟新加坡的棋手在网上下，就是遇到那个姓林的，他也是车九进二啊，那是第一次遇到啊，这样子。这样我不是可以进车打马了吗？啊，是吧？逼他上士上象的目的就是进车打马，就带将，我进车他可能反打我。啊，我打将他踩了，他跟我对车等于啊，我吃他，他打过来，我再一退一，那我也不错啊，那我也不错。
晚上好啊，于日香，晚上好。今天这个深圳的天气挺冷的啊，明天最高，深圳的温度最高只有14度，而且风刮得很大，所以显得很冷啊。这样子走啊，这样子，我居四平六，他马七进五啊。我走马三进五了啊，他炮四平五，我吃他。居斯特尔座哦，杀敌士啊，马三进五，居四平六，他马七进五，居四平六，马七进五，马三进五，他炮四平五。一拆三九，跑四平五，拆他的，明天深圳最高的温度只有14度啊，这个四月初了还这么，深圳这么冷还少见呢啊。这个棋我居四进六，是不是走早了啊？他马五进四，我如果走居四平六，他会走马七进五。我现在这样走也是有点毛病啊，有点毛病。这个八路车再放在这里没有用了啊！现在他成底将，我对车啊，我对车。我现在这个退车的目的就是要走车八平六啊。我下四了，他车杀四一将，我出来他杀一拆象双将，我进来他拆马炮一将，我退马，我垫车是什么回事呢？
电驹比较稳当一点啊，电驹比较稳当一点。将军，是。上面什么改了？上面晚上好啊，透彻胸襟，晚上好啊。这个棋他好像不好办呢啊，他好像不好办呢、啊、这个棋啊，他跑炮我踩马，他就丢子了。他现在没有什么手段呢、啊。应该是得子了啊，这个棋。他没有什么棋啊，这很明显啊。我马踩马。晚上好，邓用军，晚上好。哦，他有这个打，我都没注意，不过我踩他了。这个棋感觉到要得子啊。诶，我炮七进三打了也得子啊，我这样也要得子啊。吃，去吃马，踩炮，他跳马，去吃马，吃，这样优势更大一点啊。我这个脸型是瘦了一点呢，你那个发就瘦了一点，但实际上我每天都啊都称体重啊，基本上没有变化啊。看看我的脸是瘦了一点啊。这个棋应该是可以拿下了啊，这个棋。将军。这个我炮七进三打车那不又丢子了。咦，怎么还是他啊？这是什么棋啊？还有这样弃兵的，
刚才他不拱兵，现在拱兵都晚了，这白送啊。他这个水平第一盘怎么赢我了？这是什么棋啊，真的是下的横滨还是跳马呢？横个兵他都不能动啊，拱兵呢，拱兵他不更没用啊。这个棋真是，我再拱他就马一进三跟我对马啊，我这个棋他这棋都没得下了，这个棋啊，一塌糊涂的。哦，没注意，换双炮，换双炮也可以。哎呀，换双炮这个棋也可以赢他。是啊，我以前水手也很多啊，这个棋双炮没有了，不存在和五啊。哦，他这样长桌可以活棋，可能他妈的没注意啊，这样走的，他也是要长桌，这他输定了。他长桌可以胖和啊，这个棋。这个棋他输定了，江海任浮沉，晚上好啊。还下过，他还说下过，那真是臭棋啊，下过。这个棋对车他也要输，对车的呢就麻烦一点啊。这个棋叫什么三英战吕布啊，这样子。他对车，我把边卒吃了，就跟他对了啊。对了，就三英战吕布，什么走都赢他了啊。
从这后两盘棋下，他都根本这个水平都差得很啊，这样子。我不是说了这个，我等会跟他对了，把他局对到家里啊，对到他家里和对到我家里都可以。这个棋过三兵啊，他捉兵再拱，他再捉马三进四，三进四，他一将有个捉中兵啊。啊，啊，先拱一个走。早就该认输了，就跟我多玩一会，他听。他第一盘他还赢了啊，你在哪里去说啊？大优了啊，就是一个人走了。怎么弄成一个什么结构啊？哎，算了，丢一个，丢一个了啊。啊，这个这样吃就不给他吃了。哦，孙海龙，你好啊。哟吼，搞麻烦了啊。
我麻烦了。吃。我搞麻烦了。妈去。将军。哎，还是收音大意了啊，大意了。刚才打四这个走的不好啊，妈的，他要开软件那个家伙啊，这个是看来赢不到了啊，看来赢不到了，赢不到了也无所谓，这根据他的水平，他什么手活，他就是开软件啊，这样子，我吓得放松了一点啊，这个棋。一个兵不给他吃，慢慢走应该啊。现在怎么赢？那怎么？这回就举报他了。哎呀，把他那个远见看清楚了啊。好了，算了，他妈的这个棋。最后这个中兵没想啊，还是应该跳马保住的，他一个捉炮在居二退一没注意啊，走得太随意啊，让他重复走五次判和了算了啊，赢了输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在这里就是啊，通过下棋啊讲棋，希望对棋友有所帮助啊，跟这种远见下，不上方规，我知道不上方规，我不愿意跟他提和，你知不知道？系统里面这样不变五次，自然判和。我们看棋的棋友谁都会赢啊！我跟你讲。我懒得跟这种人提和，你知不知道？我下五次的自然判和。我打四就走得很谨慎啊，我踩他四一将过中兵，他都输了啊。稍微等一下，哎，再下又是这个家伙，哎，果然又是这个家伙，他这一盘可能会开软的。照着刚才来。看他变什么招啊。
之。之。他这样走，这样走，基本上就是活棋，这就是正招的普招，这个棋就是正招的普招啊。吃，吃，吃，正招的普招啊。吃，吃。这个棋我走过的啊，这个棋我走过的，黑棋还占优一点，看见没有，大家？吃。拱兵他飞象，我先进炮了，我退炮，他飞象我平中炮，打士不打士是走得太谨慎啊，才是一将过中兵，他什么也抓不到啊，就赢了啊。吃，这个棋又有毛病了，这个棋有一点毛病了。又有点毛病了，这个棋走水手了。还是不应该走炮七退一的啊。
输了啊，这个棋。这个棋是和棋的棋，他妈的这个棋。再是他妈的，今天那个不是的了。这是人家挂软件，不是年轻年老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年轻年老有什么关系？他不挂软件，不杀他杀的那么脆那个。像这种不知道拱三卒，让我七进八封，啊，形成先手平风马的人啊，这个棋黑方一定要在我封车以前要走卒三进一啊，他这样子等于我是先手平风马，这样他就吃了很大亏了啊。这个棋他就吃很大亏了，一般的来说啊，这就相当于五七炮啊，五三炮，因为是反了个边，五七炮这个棋被我抢占贴身车，他的车占不到这个四路这个位置，他就吃了很大亏了啊，这棋。这个棋布局到现在黑方就亏很多了啊，这个棋。既然要走走底炮啊，一定不要让啊。晚上好啊，期货分析啊。刚才那个棋我马双炮马三个兵肯定是可以赢的，我走得太随意了啊。哎，晚上好，我们这种啊，欢迎呐，王局，欢迎呐。这个棋呢，它的右翼啊都被封锁了，所以它比较吃亏在这个地方啊。我这个右边呢，它车不动，我只有啊。横车盘头马的几种对策啊，可以等会给大家讲讲嘛，这样子啊。啊，这个期货分析啊，希望我讲讲横车盘头马啊的几种应对啊。吃
这样子啊。我跳马他打我。我退役他拱中兵啊。这个棋拱边兵呢啊，攻击他的边象啊，攻击他的边象，边象啊，把他边象吃了，他这个七路卒就没有保护了啊。以前我也讲过这个直车啊，盘头马这样子让我吃这个兵，我就太厉害了啊。我这个边兵拱的啊比较厉害，他把他的象啊下回去了啊，合回去了。这样子的话，我拱边兵呢，我攻击他的这个边马呢，他飞象啊。走这个。走这个呢，我一个是送骑兵，他一飞向我车进一，送骑兵啊，送骑兵比较好啊。杨老师走的是啊，横车七路马啊，不是盘头马。我拱他了，他过三卒啊，我先跳马，我再马六进四啊，这样子，他也退一个，我拱。杨冠林这个老先生在80、81年啊两年全国个人赛我啊两次拿冠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到杨冠林老师我都是后手啊，杨冠林啊老师走的是中炮横车七路马啊，两次都是中炮横车七路马啊，我第一年是也用的横车屏风马啊，赢了。第二年是用了这个上右四右象啊，平鞭炮八平九，也赢了啊，两次都赢了啊，两次后手赢了这个杨冠林的中炮横车啊七路马。他憋我的马是有道理，但是我现在啊抢占轴心线啊，吃中兵把他炮赶走啊，这边边兵我都没有吃啊，首先吃中卒打通中路啊，这样子。我赶他一个，他一刀。拱他边兵啊。
他打向啊，我是准备他打向，他打完向我，一落炮架当头，然后啊卧槽这个棋啊，他很难走的。我拱三兵逼他打象，也可以啊，逼他打。打象将军，我有个当头炮厉害啊，当头炮厉害啊，这样子，这样我下步啊，兵一进一啊，啊，车五平三，然后马六进四啊，或者先走车五平三啊，他。这样子啊，车五平二，这个车五平二呢，主要是来说就是为这个马六进四啊，卧槽啊，卧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啊！你如果车不调到这边来啊，你卧槽，他跳马顶你，你就没棋了啊！现在我走开以后，我再跳槽，他马跳不起来啊，马跳不起来。我现在还有一个挂角将的威胁啊！就这个是对的啊，我再上一手士啊，这个棋，上一手士准备跳马将，然后平炮挂角将再平炮将，马换双象啊，也是可以，但是没有这个厉害，还是啊。你马换双象就是多吃双象嘛，啊，这样走啊，再吃。我挂角将，他电炮啊，我沉底，他出将，先跳一马，等待啊，等待。挑一边马，这个他就不好办了啊！跳马一将，他只有起来啊，
再退居一江，再平炮一江啊，应该是个连杀棋啊。这是一个连杀啊，我们到9:30钟的左右就讲讲棋吧。这个棋黑方输在他的这个啊开局吃亏太多啊，这样子。将军，将军，这个棋怎么样杀呢？将军。这个棋炮进三是个绝杀棋啊，现在没有绝杀，炮进三它就是个绝杀棋啊。炮进三，跳马将。哦，退居也是绝杀啊，都一样，这也是个杀招啊，这个杀招，这个杀招是借炮死马啊，借炮死马。退居比较简单啊，这个是，哦，这个棋还没有杀，怎么糊里糊涂的？这个棋看错了啊，但是赢总归赢啊，这样子。将军。将军，他应该吃这个兵呢，不是连杀啊，这样是一个连杀了啊，现在是连杀啊，这样子。
将军。将军。将军。啊，这里将也杀了，嗯。将军，将军。往这里退四退二也是杀一样的啊，这样子。他走车一平七可以预防这个杀招啊，在下一盘这个我们再来讲棋了，这样。田炮也是马二退三呐、啊，啊，田炮也是马二退三啊。这个胜率高啊，75%啊，才下300多盘啊，这个，不杀敌马怎么能杀呢啊，不杀敌马杀是杀也杀得了啊，杀也杀得了。啊，这里有个陈亮啊，谈部里面有个陈亮，刚才跟我下好几盘的也是叫陈亮啊。那是利用车杀不杀象，就是二退四四退二二进三，然后车二退一马六退五杀啊。陈子成啊，晚上好，陈子成啊。这样开局的话，黑方又反先了一点了、啊。黑方反先了一点啊，这样子。虽然说大家的兵是一样的啊，但是黑方这个七路马啊特别好，再一个又打这个啊，一平七又打兵啊。这样就上马了，上马了。我这个河头马这个就控制面很广啊，这边有一个一平三打这边啊，打过去又可以过卒啊，所以这个棋虽然大家是啊
都是一样的兵力，但是黑方这个局势已经啊占了一点优势啊。这样的话啊，连着吃他两个兵啊，而且这个啊消灭他两个兵啊，这样子。这样子点我啊，这样点我，好像毛病更多啊，这样子。我跟他对马，他也很差啊。对马，踩炮打马，都是很好的啊。我住在深圳的龙华这边呢、啊。对调这个棋就赢得慢一点啊，我平炮他跳马，我炮二进二给他顶住啊，他退马，看他对调比较好，那样走他有个马八退七啊，这样子。这样我兵种比他好，再有两个卒啊，他这个棋磨下去他很难走啊。我不要那个卒了，我跳这个马，保住吧，保住更好一点啊。
将军。马炮轴啊，对双马四象前啊，都有一点赢的可能呐、啊。我拱了边卒就没有打马了啊，我拱一个再说了。这个兵还是晚一点拱啊，晚一点拱比较好。他这个棋啊，他跳到这里来就有个对马的棋啊。我拱边卒，他跳马，我再把马跳开。
充足上马是对的，没有说锲而不舍是远见，我跟你讲，没有说你是软件啊，你这个棋下的不够软件。子辰呐、啊，精神很好啊。这个棋虽然是输定了啊，但是他这个棋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呢、啊，这样子啊。他这几将该他将，我还不能变呢。他这样将我再回，我还不能往别的地方走啊。这样走。这样走倒没什么东西，我打双马他一将没什么用啊。我这个不上士，我踩士一将抽马也够赢了。其实我刚才踩士一将平中一将打他的马啊，破了一个士两个卒也必胜了啊。刚才其实可以踩士啊。刚才踩士就显得很简单啊，这样子。
将军。哦，阿妈走个漏招，哈哈哈哈，走个漏招啊，真臭啊！没必要收相的，应该拱足的，收相收这个相也没事。哎呀，帮他忙啊！帮他忙啊！哎呀，走臭了！哎呀，算了，算便下算了，赢不到也算了，嗯。没必要收相去收个相啊，收相反而让马三退四啊跟他搞配合啊，马三退四踩双，相飞在那里挺好的啊。嗯，飞心是有一点点啊。年轻啊，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一点呢、啊。我们九点半讲棋啊，这个棋下到九点半，还有几分钟啊，还有六七分钟吧，还有十分钟，
他这个马跳得很糟糕了啊，这个马跳得这么坏的一个位置啊。走得很巧啊，把我肘抓了啊，走了走了，活了活了就是活了，给大家讲盘头马了，下活了就好，活棋算了，活棋算了，哎，好，我们现在给大家啊讲一讲盘头马。我们啊、假设我们是后手啊，中炮盘头马呢，这个啊，我们期货分析是要求讲横车的啊，横车的，我们都讲一讲吧啊，先讲横车的啊，先讲横车的啊。横车的盘头马啊，对这个黑方的平风马啊，黑方的啊，一般来说是进七卒，当然这个情况进三卒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棋的红方这个时候冲中兵啊，冲中兵这个时候黑方啊，先是要补士啊，补士补右士啊。你补左士的话，你右车的不怎么好出来啊，补右士。像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中炮横车盘头马，对平风马进七卒的啊一个基本啊基本的形式。像这个情况呢，有一个马七进五的走法，大家一定要懂啊。这个七进五呢，啊，黑方要离级。你有可以离级跳马啊，离级跳马。当然这个时候不离级跳马飞象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防横车盘头马，后手方啊不一定要啊，多半的情况下不要走两头蛇，但是对直车盘头马的时候啊，黑方必须要挺起两头蛇，大家记清楚啊！直车盘头马的时候啊，一定要走两头蛇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不一定啊，要走多半的时候防横车盘头马，多数的时候不要走两头蛇啊。这个时候我知道他走横车，我把跳马的给大家说一下，跳马的拱卒。他冲，
你这样踩了，他踩了，你这样加炮啊，这个棋黑棋就啊反而好一点了啊，反先了啊，因为他这样跳的话，你打一将，然后再车八进二啊，这个棋就很满意了。这个情况他会平车啊。你要是打了，他打了你再加炮，这个时候的黑棋要走走三进一，预防他马五进六，下一步走兵五进一啊，这个棋黑棋就反先了啊，反先了啊。啊，这个提出要讲这个棋的，就是说这个棋走双横车，他也可能走车一平六双横车。黑方呢，首先就走的堂堂正正啊，这是啊，黑方平风马进七卒啊，对啊，横车盘腾马的一个最基本的阵型。接下来黑方就要走炮八进二啊，这样子，不管他是马七进五还是车一平六，或者什么车一平四啊，我都走炮八进二啊，你这样走的。啊，双车这样走的啊，这个棋，黑棋呢要掌握的啊，不要轻易去跟他对车啊，对车以后啊，反而造成右翼的空虚啊，反而造成右翼的空虚，不要轻易对车啊。这种我举例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啊，如果真要这样，那就拱卒了，那只有拱卒。一般的后手盘头马是不要停两头蛇的，但这个时候没有棋走，一定要停起来。他如果走什么，那你这个棋就可以上来了啊，上来了。啊，这边有打车啊，他如果冲啊，你这踩马了啊，踩马了。他如果再冲，你这个马可以回来。他弃子没有攻势，他如果这样吃的话，你这样一打啊。把他中炮对掉啊，他没棋的啊，这样一拱，我还要拱。等他走这一个的时候啊，我车八进三，这个棋啊，黑方啊太稳当了啊，太稳当了。你打了以后车八平五啊，黑方红方这个马根本没有路，以后送中卒啊，平中车捉啊，这个棋首先啊，平风马进七卒。对横车盘头马啊，就是要把四象补好，把形和炮走起来啊，走起来。这个时候啊，多半是走这个啊，走这个我也是炮八进二啊，这样也是炮八进二，是吧？他跳这个马啊，这样的情况，那我就只有挺中卒了啊，挺这个卒再跳马啊，这样子。实际上我们更多的盘头马他是这个时候就过来，不要双横车，双横车搞得张牙舞爪也没什么，这个时候就飞下啊，他这个时候跳马啊，你就生形活啊。这个时候呢，对于红方来说，如果走车九进一，就是你说的啊，双横车我挺三卒，然后要三路马出来。这个时候一般的我遇到过挺这个卒。挺这个卒你可以跟他吃掉啊，他吃掉以后啊，你这个炮顶住啊，在他的底下有牵制啊，他这个三路都不好动，中兵也不好动啊，等他飞了边向这样子啊，我再冲个三卒，或者有这样车八进六去反击也很厉害啊啊，他要冲中卒的，我不理他，我把这个兵挺起来。啊，我下一步二进二去打他，逼着他拱我啊，他不让他的马踩到中路来啊，这样子啊。如果挺七兵再拱中卒，那就是横车七路马了啊，那不是横车盘头马。这个棋走成这样是一个标准的中炮横车盘头马对平风马啊进七卒的一个阵势。啊，黑方就要这样防守，啊，1962年全国赛啊，北京的刘文哲后来国际象棋拿过全国冠军，双枪将啊，
他象棋刘文哲1962年拿了全国第六名。啊，刘文哲1962年他先手飞象赢了杨冠林啊，他后手赢了王家良啊，王家良5-9啊输给他啊。刘文哲呢在啊用这个盘头马啊对广东的陈破强，就是现在我这样走的啊，走兵五进一，黑方就把他吃了啊，你这个棋不能打了，红方就跳马啊，跳马。这个棋啊，告诉大家啊，这个棋千万不要去牵制啊，牵制他连车啊，牵这个车一平四牵制是一个啊业余棋手很容易犯的错误，一个是随手的可能性，二一个呢，他没有注意到后中线啊，你这个时候再去顶啊，人家跳马了啊，这个棋黑方就亏了啊。他这个跳马不可怕的啊，他这个跳马要走车一平三啊，一平三啊，他这个棋又不能气泡卧槽，你守住了，下一步你走轴三进一，把他这个马对掉啊，这个棋黑棋就反先了，反先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子这个黑棋将这样守红棋没有什么办法的啊，这个时候他不走，他走炮八平七，这步棋我倒研究过很久啊。他走这个棋呢，你就走车一平二啊，或者说先走炮二进四啊，这样走啊，准备打他的马，或者走马七进六啊。他如果出车，你就保住不要打。他如果拱啊，那你打这个就很舒服了啊。等他飞象啊。你这个车再一出来啊，这个棋走成这样太舒服了，下一步马七进六换马，这边城底炮，这个二楼车啊还有捉的手段啊，这样子啊，所以你他走这个冷战，你走这个他肯定走这个啊，你这样打了跳啊，这种先手他退回去啊也可以，但是这个棋保住更好啊，保住。保住啊，他拱七兵啊，你就可以打这个兵跟他对车啊。这个棋啊，这样子比较好。他如果拱七兵啊，我看是不是记得我是打啊，这个打也很便宜的啊。这个打他吃我啊，我吃掉啊，他飞象这样子。他飞象，这样我有个跳马嘛，这样子啊，我这个反击很厉害的啊，他这样捉我啊，我马二进三啊，他这样捉我啊，我可以跳马啊，这样子，我这个反击很厉害啊，这样子啊，踩了以后沉底炮或者打中卒啊，这样子。这个这个棋啊，这是这个这个棋，就是说一个要走星和炮，二一个这个不要牵制马，要走车一平三这种后中先呐、啊，后中先啊。再一个呢，这个炮不要轻易的二进四，但有必要的时候要走啊。你现在就说我说红方都攻不动啊，这样冲我就冲了啊，他没什么招的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啊，他跳马就车一平三啊，这样子啊，这个棋马上反先轴三进一啊，车八进三过来顶了、啊、这个棋就反先了啊，一点路都没有啊，先冲中兵再盘头是什么意思啊，我刚才不是讲了一开始就讲了这个棋啊，这个时候如果盘头哦，这个时候冲中兵啊，冲中兵你也是可以先飞象啊，这个棋啊，这个时候也可以吃啊，啊，因为他跳马的时候啊，这个棋你还可以这样跳马啊，你还可以跳马，或者这样跳啊，你跳
啊，你下一步送中兵以后有炮二平五啊，炮二平五啊，啊，你这样还有炮二平五，这个棋啊不怕他先送的啊，这样子，他先送你，甚至于打他都可以啊，打他啊，逼着他拱啊，拱了你这样踩啊，这样子的话你更好嘛，这样子啊，他跳马啊。你加中炮就比较稳当啊，加中炮这样子，这一跳不是都对了吗？这个车也出来啊，飞象也可以啊，这样子。如果这个棋我们走七兵，那就是横车七路马的阵势了啊，那就不同了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这样子啊。就是这几种情况吧，这样冲就上四啊，上四。他双横车我也是飞象，他车一平六啊，我也是飞象啊。他盘马我就炮八进二啊，炮八进二。像这种情况啊，他先送了你吃了啊，这个时候他必须跳马，因为他这个时候走这里的话，你有个冲中兵。他就麻烦了，他马也上不来，他压哪个马都没关系啊，马关系是不是啊？他压这个你跳马七进六啊，他压这个马，压这个马要是我们的想法就是弃这个马都可以啊，弃这个马都行啊，你当然这样子退回来啊，退回来，这个棋如果这样走。要我走可能走这一个啊，让他吃，他吃了我就三进五啊，他跑了我再踩，这样子啊，踩这样，气质都很厉害，这个中兵很厉害的啊，这样子，他走到这里那一定要冲这个啊，他这样压啊，这样压，这种压。这种压走这里也可以啊，走这里啊，他吃了你勾住打，再勾住打这样子，这个都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的啊。他如果不吃马啊，他车进一，那你也车进二啊，那这个棋就这个卒控制他的马啊，非常有利啊，非常有利啊。大师一般都不走这个棋的啊，因为这个棋对大师来说没有攻击性啊，这样子啊。这个棋啊，刘文哲这个对啊，对陈伯强那个棋，我说的六二年啊，走得很精彩的啊，这样走，他跳马。那陈伯强好像是走的这个棋啊，走这个直接走，走炮八进二是稳健的，走这个冲啊，这样吃，然后跳马这样跳，这样跳啊，这样走，这样走的，如果说啊，这样走这样打很厉害啊，打。这样打要打底象啊，他吃这个我打底象再跳中马，我的中马不要了，我打底象厉害啊，这样子。他这个棋他跳马的话，他自己把自己塞住了，这样子啊。小党是下横车七路马嘛，才喜欢啊。走炮八进二是最稳健的，走这个也是对攻比较激烈的啊，对攻比较激烈的啊，这样子。走这个八进二守住这个是啊，他往这边对，你对了以后有个炮八平七啊。他中兵冲不过来啊，
大家记住，他炮八平七，你就把二进四放过去，再狙一平二啊，这样子。他这个棋冲中兵，你就吃掉啊，吃掉啊，吃。他这个时候走狙六进五，走马五进六，你千万记住要狙一平三啊。他狙这个时候走狙六进五，你可以马三进五啊，这样子。这个棋他也没办法啊，这个棋他如果动的话啊，跳马的话，你这里有个打车啊，打车啊，他只有进二啊，进二你这里啊关注他啊，关注他打死车怎么办？他恐怕只有平出来啊，他有没有跳？他有跳，你打车他吃炮啊。这个棋我记得是不是要拱这一个啊？拱这个他打马啊，这样走。他如果走这一个啊，走这一个，你打车对车，打车，他退一个。你这个时候关他的话啊，他有个马六进八跳进来啊，跳进来你走车一平三守住了啊，接下来又打死车啊，应该说这个棋黑的是不错的啊，不错的啊，他平车你再打车很安全。打完车再把中卒冲过去啊，他要走这一个，走这一个，那就打了，他吃了，这样交换啊，交换，这样交换了，黑棋也不错啊，也不错啊，这样子。他跳马没什么用的啊，他跳马没用啊，这样子。这个车一定要打，不打他吃马嘛。当然你不打，你这样对车啊，建议你还是这样打车好啊，这样打车，他走这个，再盖他嘛，这样子啊，再马上打死车嘛，逼着他走啊，再走这个，这个棋没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啊，也是黑优啊。好，那现在有时间我们讲讲直车盘头马啊。以前我是给大家讲过啊，直车盘头马的啊。直车盘头马啊，中炮啊，跳马啊。你跳马啊，走七进一啊，车一平二，车九平八啊，这样进过河车啊，跳马啊，他冲中兵啊，这个棋不管他冲中兵还是跳马啊，你都要走两头蛇啊，这个时候可以先挺住，也可以先上士啊，先挺起两头蛇，他这样冲的话，你就上士啊，这样上士。这个挺起两头蛇的话，他对付这个直车最重要的两头蛇挺起来以后，他有个炮二进一打车啊，然后呢看情况啊，是收掉他的中兵，还是走啊飞象，还是炮八进二啊，这样子。你像这个情况，红方啊有。大致的来说有三四种走法啊，一个是压马，一个是兵吃中卒，一个是马八进七啊，一个是炮八进四不让你打，一个是兵七进一啊，说起来有这六种走法啊，六种走法。我们讲最常见的如果跳马的话，你这样打车啊，他退二啊，这个时候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啊，这个时候正招是炮八平九对车啊，炮八平九对车，他不对，
他不对的话啊，你可以炮二进一，主动去打他的卒啊，逼着他拱啊，这个棋黑棋就很舒服了，这样踩，因为这样踩完了，不管是飞象还是炮九平五，他不能走军六平五啊。给大家讲讲，这个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很多人犯，就是这样去打啊，这是最常见的犯的错误啊。你这样走，人家就拱你了，等你踩了以后，人家就跳马啊，你这个时候只有飞象，人家打你的马啊。你踩了人家平炮打马，你这个马不能过去啊，你为了照顾这边无根车炮，你只有退这里，人家在车九平八捉你一炮，你这个时候如果走打车啊，人家就走车二平四啊，你如果再摆当头炮，人家车四进二啊，这样子逼着你打啊，这样子啊，成这个局面黑方大概率的啊要输棋，因为这一压以后，然后对兵啊，双马非常的活跃啊，这个棋位置又好，这个棋收红方大优啊。这个时候你不打车啊，你直接走炮二平五，人家打你，你踩了人家八进六这一桌啊，你这个棋往哪里跑？你只要往这里跑。人家这里还有一个桌啊，这里还有一个桌，这个是把你弄得啊很狼狈啊，等你飞象了，人家也可以对这个卒啊，对这个卒啊，你吃了人家马踩上来以后再卧草，这个棋啊，这是上当的啊，这是上当的，大家千万千万记住啊，你不记住这个就白学了啊。这个棋啊，打了车以后不要再去打兵啊，最好的是炮八平九，他如果对了以后，这个局势就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平稳的局势啊，他拱了你可以踩啊，他打的话他打也没有优势啊，打了你加中炮也可以啊，加中炮也可以啊，他不是必定的跳马吗？跳马你这样一打啊，他只有保吗啊，他保你这白打中兵啊，等他打的时候啊，你这踩炮对光了啊，对光了，这个就是个活棋啊。为什么盘头马高手走的少啊？因为容易造成大量的对子啊，容易活棋，大家记住啊，要平炮对车，让他走开了，再炮二进一，这样去打啊，这样子啊，这是几个关键啊，这个几个关键，这是一个变化，马八进七的，再一个就是冲的啊，冲你就三路马踩啊，他打你的马，你这个马走五进六啊，五进六不让他压，他这个时候一定要跳马啊啊，连环炮嘛。那你趁这个时候就平炮对车啊，他吃了就平稳了，他捉你的马，你这个时候车啊，八进五啊，宝马啊，赵一凡你好啊，你好，我们现在在讲啊，应棋迷朋友的要求讲这个中炮直车盘头马、横车盘头马对平风马的应法啊。这个时候保的正当其时，他不敢宰马，宰马什么将的时候，你有个炮二平五反将啊，他这个时候会走四六进五啊，再以后马五进六跟你来对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喜欢架中炮啊，架中炮是一种走法，但是没有啊，没有飞象好啊，这个棋，因为你架中炮以后，人家车九平八出来，这边有个八路炮啊，成底将，等你去平二的时候，人家炮八进四啊，有很多的动作啊，很多动作，这个时候飞象是最好的啊，这个棋黑方这个阵型这么协调堂堂正正，红方攻不动啊，攻不动，这个棋我遇到最多的走法就是拱兵啊，那我就跟他拱掉，他走炮八进二啊，牵制你，准备下一步车砍你的马，
准备车砍你的马，这个时候你就马踩中炮啊，抽他车啊，他飞了，只有飞，你这个时候就拱一卒要吃炮，不管他挺骑兵还是跳马，你都车八退一。这个时候他要卧槽，你炮可以九平八，他不卧槽，你以后车八平七顶住他。所以我们演变到这里啊，黑方这个防盘头马就非常的成功啊。而且取得了稍优一点的局面啊，这样子啊，这又是一个变化啊。这是拱中兵的变化，我们讲了一个马八进七，一个拱中兵啊。啊，再讲一个偏门的变化给大家讲讲啊，曾经流行过一段这样送七兵啊，这个时候啊，我一直告诫大家啊，下棋啊，有吃先考虑吃这个兵，没有退让你吃掉啊。他走这个马三进五啊，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啊，不，他走这个，你拱吃了以后，他这个时候拱你啊，拱你，这个时候拱你，拱你。你如果踩的话，他马三进五上来啊。这个棋啊，流行过一段，后来因为发明了一招，发明了一招什么棋呢？就这个时候走卒三进一，啊，不让你的马八进七跳起来，啊，这一招厉害啊，这一招厉害啊，这一招你这个马就跳不起来了，那个马跳不起来，这个马跳起来，这一横这个马就没有了啊。这个弃兵是个冷门呐、啊，后来被这一招给制服了啊，制服了。你这个棋啊，两个马不能动，那车也不能动啊，没什么子好动，你不好动，人家就踩你的中兵，还有飞象的棋啊，这样子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一将啊，人家飞象啊，你这个时候如果去压马啊，你这个时候去压马的话啊，黑方啊大胆的走车一平四啊，弃子抢攻啊。他吃了你吃兵啊，这个棋非常厉害啊！他吃了你吃兵、啊，为什么说厉害呢？他这个车不敢吃卒啊，他吃卒，你出老将啊，又是飞车又杀士啊，所以这个棋兵厉害啊。这个棋兵他如果打车的话啊，你走马三进四啊，跳起来；他如果再冲的话啊，你这样跳马踩车。在吃他兵啊，他只有打你啊，他只有打你，打你你踩他车啊，他可能会平鞭炮啊，那你这样跳马啊，跳马，他如果拱兵的话，你退炮打死他，这个棋就大优了啊，这个棋怎么走都是黑优啊，这个棋。啊，这已经讲了三种变化了啊，这相主啊，讲了三种啊，一个压马啊，如果压马的话，这个时候黑方走炮八进二啊，八进二打他，逼着他，如果他拱的话，你这样一踩啊，他如果这样再来打你啊，你这样一踩他啊，他来压你马啊，你退马。然后加个中炮一对，这个棋黑棋就满意了啊！黑棋比红棋还好下啊！这个棋这样打的时候，红方如果跳马，那么你就打掉啊，他打掉啊，我就跟他拱掉啊，这样子。他如果再加中炮啊，这个时候黑方。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啊，跟大家强调一下，黑方就要走卒五进一啊，等他打了以后再马七进五，这个卒送的非常重要啊，这样的话红方再跳马啊，这个时候又有一步精华啊，这个时候你如果飞象啊，人家出车你出车啊，人家压住你，这个棋红方又占优了啊，两个车在轴心线啊，这个时候又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要趁这个时候就要打他的车啊，让他的车吃一个卒，但是你可以抢两先，飞车捉马
捉车，他这个棋不敢平五，要打死车啊，他只有平这里最好，平这里你马五进四啊，跳马封锁他的左车啊，他出来你有打车嘛，又有马四进二啊，卧槽的手段啊，精妙的很啊，他起横车的话，这个棋你加中炮啊，车一平四都反先呐、啊，这样子啊。加魂去可能还好一点呢、啊，这样子啊，这边还有啊，这个棋如果飞象啊，不对，走七兵的话，黑方车一平四啊，保住啊，你这个时候出车，人家炮二平五啊，所以红方没办法，只有飞象啊，飞象的时候红方炮二平五啊，二平五呢埋伏一个啊，过三卒你不好动啊。你这个时候又不能拱啊，你拱了马四进二就不好办了，你又不能对啊，又不能走这一步啊，你想求和都没门啊，他踩车啊，把你车踩走了啊，把你的车踩走了，这个兵过来了啊，这个棋就要输了啊。不过我们的棋走到这里，黑棋已经要输了啊。这个棋你平车，他马退马踩啊，很精妙啊。你如果过有马四进二，你又不能动，你只有四六进五，你六进五人家就过兵了啊。你这个时候炮不能打，踩着车啊，马不能踩，马踩你丢马。你象又不能飞啊，你象飞人家进车做炮啊，你炮没得保啊，你不能五进三打，五进三打是个假的，人家踩炮，你如果走兵三进一，人家车八进一啊，这样就丢子了啊，丢子了。这个棋走到这里啊，黑方就是胜势啊，黑方胜势，他这个棋呢。这个变化啊，是这个啊四十多年前吧，七八年啊，七八年我在上海啊，跟蒋志良啊下的啊，蒋志良下红棋，我下的黑棋，我就这样吃他了啊，他捉我啊，我就退马了，这样子啊。这个棋因为我有马踩象啊，他如果走这个，我就进车捉啊，你踩我出来啊，你吃马，我就马踩象啊，我马踩象啊，马踩象就杀他了啊，这样子啊。这样一退啊，这抽就没解了啊，你如果这样捉，这样一将啊，你上士，这样一将啊，你只有垫车啊，这里抽车啊，等你下士的时候把这个车对掉啊，再吃这个车啊。我摆的比较快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还有三个，这个变化摆完了还有两个变化还是三个变化啊，我们只有下一次讲。我跟蒋志良就是这样下的，但是呢下到这个时候蒋志良不敢跳马，他知道我要弃子，他走这一步啊，我跟他打掉、啊、他吃掉啊，这样子我就车八进三啊，这样子啊，这样子我多子赢他了，多子赢他了，这样子啊。啊，今天我们啊，时间到了啊，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接着把下面的几个变化讲一讲，也可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像我讲这么快啊，除非你回去继续再看这个、视频啊，我的棋下的这么熟练，都是下功夫反复复习啊啊才能够达到的啊，不是说老大好老子好，老子好是一方面啊。老子好是一方面，还有很多的棋啊，都是我自己实战下的啊，就遇到过的啊，这样子啊。这个我们讲的是真经北营啊，这个棋
我对任何人我都是这么下啊，只要你来下，我基本上有把握不输啊，不输。后手不输就是正道理，在我们这个全国顶尖水平里面去下棋，你能保证后手不输，那就是本事，那就是做到了最好啊。你要后手赢棋，那是要人家犯错误，你自己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啊。好，今天的时间到了啊，谢谢棋迷朋友们的这个观看和支持啊，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啦，下个礼拜五再见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大家解答啊，谢谢大家啊，再见啊，再见。